好，各位继续收看我们 CTP 游戏实况的连番出大冒险攻略。你继续看超久宝琴吧。好，不要闹，我来吧。选择我们的 CTP。对呀、啊，他叫我按挑战到三级了。继续吧，走。哎，你这笨蛋。你走。CTP 名次游戏，上去。我们上次过来蛮多关卡的，然后我们上次进去的是弹簧，然后这次我们进来瞄准的。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瞄准关卡，不过没关系，不过我没办法，我们一定得过。然后另外我要宣布一件事，就是马六银河的攻略暂停，因为我们目前卡在某个关卡，我必须练一下。大概过个一会儿才会重新攻略，这是最近的公告，也算是最新讯息。好，就开始吧。哦，我记得上次有来过。这个好像没有玩过，我记得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过的那个。好，那你就知道，这也是什么驿站吗？还是对吧？其实我可以从背后射你，怎么这么烂的法老？啊！你们的这里吧，我嘞被他攻击了是吧？应该是这个吧。现在，迅，应该有我的记录才对。对嘛？他居然比迅笨蛋，比自己又有多好？好，走吧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好，看来这个地方，这个银河已经被我们玩完了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已经玩完的，就已经是那个弹簧，还有这个瞄准。对，我们这个，好笨蛋的，去死吧！不可能的。那在我们今天两个。1939。
关门了。哎呀，啊那个那个其他的也是。哦，我懂了，没关系。啊，我该哎，去死！我拍，吃素。哦，我不会吃奶。那我不想吃屎。就有点类似道具箱，你把道具箱改成一个放到地上面。我至少拿地上。就加入团嘛。没事的。哦，要比三圈哦，哦那我还有机会。我们说如果有一圈的话，我就大概。这也太窄了吧？在搞什么？搞这个？要那个？你是笨蛋吗？好，第二圈哦。道具也才十分钟，这样可以。那根本没用，还是应该做做不用。在。入屋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掉掉掉！走错路，走错路。看到他了，哎呀，他是怎样？哎呀，我帮你走。知道他们都已经走了。曲风不会是重来啊，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去吃。那好吧，看来我不习惯迟到，就撞抢到他们吃。这游戏为什么不能中途暂停啊？这为什么不让我飞啊？烂！那音乐现在有用吗？我就趁现在来练。真是牛顿啊！哦，这是我们之前玩过的。哎，他打我哎！
报就要去对。要报就要去。去那边。头头拿来，这是我需要这个。给我拿来。洗了，不干。我再跟着他们走就好了。太阳着着了，呀，把我抬到最快，丢上去，耶，给我拿到，耶，快点，站着，他们带着我走，我看带你去哪比较好一点。牛队太逊了，他们又训了牛队，我这，哎，这有个金色，呀，他应该走上去了，啊，好吧，那我下去，丢，我丢了，大家走进来，你们这些。只要一直跟着他就好了，因为就边走机会人走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听他们说，接着他走去哪里，真知道。哦哦，他在那里去了，把我接过去，接上去。他叫我当司机。哦，糟了，一定要破坏他。哦，15啊，没有一个就靠追上了。牛顿比较好，伪牛顿，你一点都不像牛顿嘛，是吧？就一个概念，就去死吧，笨蛋牛顿，干，一个，那一个，你说稳定了，你80分，哎，图，现在怎样？我怎么看不到我？等我追过去，有用吗？感觉我们不管他们，就算再丢一个人，那金色也不见得追得上。随便丢上，销毁这一砖块。你随便要丢吧，可以。我上去，耶，81，不错啊。还好我选择历史了。大概是苹果吧。对，我选择对了吧？这牛顿好欠揍。好，你过牛顿这一关，又没事。啊，这个今天没有得到。烂，这是美金，走。我是哪个没有我的？哎，这个没有我的，不行，带手印。那是章鱼吗？他也太欠揍了吧！章鱼居然过得比人还好，还泡温泉。哦，西元32000年前是哪一年？石器时代。N1哦，我懂了。对，是我的，这也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啦。走开，这是我的，耶！不行啊，厉害，你怎么动？笨蛋呢？走开啊！哎，被他扛走了。真是哎干！哎，明明就是哎，那应该是我抢到吧？这房子也太大。明明就在几点开始？啊，是啊，应该抢。什么人啊？不、他怎么知道？你问他干什么？哦，是中午，看中午的。快！啊！哎、不要抢我的啦，笨蛋！哎，可恶啊，我怎么搞不上去？他又抢我的，是我的吧？就是该死的笨蛋，话就没有用。不是我的，要跟我抢都已经有了，走开！他就一定要跟我抢嘛，那么多电脑，你不会跟他抢啊？活该啊！我们两个就是在那争吧，反正就是我的。
哎呦，你不会去拿哦？那么多，你会没掉东西，可能该怎么做？哎，不错，哦，还是走另外一条路。哼，拿来呀，来者，走开。还有吗？哦，我先去拿走另一条了，这我知道一定用的。烂民工走不上去，你干嘛跟我抢？那都不是有，真的是这样。哎，该轮走过去了，你太过分了。快点！时间啊，时间都被你偷光了，别再累。快点啊！奶奶，那个人把那些人都用没用，问题是他就拿到，这是我的，拿来的。给我现在走开！知道，哎，我这把鱼红色，那我只要配上红色就好了。去死吧，红色，不要看黑鱼。好了，至少拿第三，没有第四角，就最终还是没有记录嘛。太逊了。恭喜位，资源是以人肉做恶的哈，变成傻瓜。哦。约银河吧，走山。2012，我觉得我们回到了现在，2012。2012对我们来讲也算是已经过去了，哎，遥控器。还是2012，当然，因为现在呢，就撞了。不应该是2012。算了，后面我们大家再做。嗯，那我们就找，既然没有什么好处的话，为什么捡不回来？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第一堆这种欠揍的东西？结果我们又回来。太烂了，我觉得。啊，算了。OK。这是照片回忆录。这是什么历史啊？太笨了。算了，那我们下集再见好了。